现在呢哈，我们这个辣椒品种呢，就是那网红辣椒啊，辣妹子。辣妹子呢，市场平均价格呢哈，一斤5块啊，贵的时候呢就10块钱，便宜的时候呢也有3块钱以上啊，平均价格呢5-6块钱现在。一般的辣妹子呢哈，在咱们的亩产哈就8000斤啊，现在呢哈这。这个种植户啊，搞的这个辣妹子呢哈，现在已经1亩地啊，已经是接了20000斤了啊。这个棚呢是2亩地，接了40000斤了。现在啊，现在还得接。这样呢，它种植时间呢是去年10月1日、10月1日前9月份月底种的，现在呢是5月20号，种了接近150天了啊，150天，你看长得还这个样子。一般人的辣妹子呢就长这么高啊，就长这么高啊，1米半，现在我们长到2米半了啊。那辣妹子产量高呢哈，就让它一直长一直长，让它无限生长啊。你这无限生长产量就是高啊，那你怎么让它无限生长不早衰呢啊？我们的原则呢啊，就是一条啊，就是控制长势啊啊，控制长势呢哈，一个呢要生根，只要根系好它永远不早衰啊。第二个呢哈，控制水肥啊啊，控制水肥呢哈，它就是咋回事，就小叶，你看没，全是小叶儿啊，你只要出现辣椒啊，主要小叶儿啊，它就长得旺，它就不早衰。一出现大叶儿啊，下面互相遮阴，跟辣椒争夺营养啊，然后容易旺长啊，它就不行了啊。所以我们的方法呢啊，就这几条，一个呢又控制生根，用生根就生根。第二个呢啊，就按比例施肥啊，氮磷钾钙镁硫啊，全都施肥，按比例施肥啊，不要氮肥多了或钾肥多了，哪个多了都不行啊。第三个呢啊，我们控制长势，控制长怎么控制呢啊？就接满辣椒之前呢，禁止施肥啊。啊，先接辣椒，辣椒多了啊，把它拽住了啊，然后再施肥。如果施肥施早了啊，一旦旺起来，植株旺了啊，它的前一开始接辣椒多，后期早衰啊，所以这个辣椒呢啊，今年亩产现在已经啊亩产超过20000斤了，一般种植户的2倍啊。